各位车友大家好，今天为你们介绍的是20年式 Artis 升级我们的 A34 安卓环境一体机。那它现在打方向灯呢，会触发它的360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 A34 的主界面的部分，然后你可以用声控的打开360，打开右视，打开左视，打开后视，然后关闭360。声控的部分其实都蛮清楚的哦。打开360，然后你想要让它转一圈也是可以的。关闭360，打开360。那除了你声控之外啊，你上面这边也都是可以去选择模式去看的，左边、右边，关闭360。好，那你现在听到的歌呢，是我们用 YouTube 的背景无广告的程式做播放的哦。这个。那我们里面呢有内建我们的导航网，那最多人就是都会问到说，我要怎么用分屏？从上面这边点一下，长按放住，好，然后另外一边打开，这样就可以呈现子母分屏的部分哦。好，那你往旁边拓开，好，那这个是它里面的一些选单。像有 Free 商店啊，然后有 Google 地图啊，所以其实这一套有两种的导航系统可以做使用。那现在打右边、左边的方向灯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方控也都有支援哦，音量的大小声。好，那还有很多人就是问到说，哎，要怎么去看档案啊？从这里点下去，好，然后从录影这个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们档案的部分。好，如果你要删除档案，从编辑这边可以做选择。好，那我们的 USB 放在哪里呢？在手套箱。好， USB 在这边，你也可以就是把 USB 拔下来，然后插到电脑。那再来看一下环境的作动。那你也可以按警示灯，所以其实它叫出360的方式有很多种哦。打开360，然后关闭360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晚上在晚上觉得安卓机比较亮的时候，这边点一下，那音乐还是有持续在做播放哦。点一下，好。操作上很简单，然后只要你的手机热点分享给你的车机，你就可以使用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Map 之类的，然后那个 Play 商店下载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20年式的 Artis， 然后升级我们无线科技 A34 安卓环境一体机。